Kai Ting Chuang comes forward, two punch combination, then goes to the body. Kai Ting Chuang! 现在我是世界冠军，我想要当个好榜样。训练的时候就是带动气氛，希望我可以鼓励到学弟妹，大家一起进步，一起努力。 对，我蛮喜欢教课的，因为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反应，也可以去透过这些问题，就是也可以自己去找出来，增加一点知识。我希望我的技术就可以带给学生们，然后帮助他们进步，帮助他们成长。